来，毛球，你再看看蛋白质有多高啊？毛没变的。来，把饲料哈，然后拌一下这个牛啊，驱虫的。把这个驱虫做一下，这个牛有好多牛的话呢，这个有虫的表现哈。那个没搞豆渣啊，就用这个药水，还要在这种滴子啊，去喷洒到饲料上面去，这样更均匀一点。 把这个鸡子里面残留的，当做那个杀皮虫的哈，洗干净一点，不然等下吃到肚子里面有瘪肚子了哈。搞一包啊，这个有大牛是有十四头啊，加上几头小牛仔，二十几头啊，有的小牛仔好的小牛仔不会吃哈，就十来头啊，会吃这个的。 干活，你不是来干活的吗？怎么干啊？嗯，好的，给你玩。你知道你怎么撒吧？会。你会啊？这样撒，撒均匀啊，这样，撒均匀是吧？ 这个牛啊，让它吃的均匀一点哈，把这个食道都拿着去，省得这等一下有的牛吃到，有的牛又没吃到哈。哎呀！啊！么？这牛全都躲到山里面去了。 到里面乘凉去了，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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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秋天了，那个秋老虎一样哈，太热了。喂，喂，喂，来，喂，一天天的竟然不来，喂，下来吧。啊？那怎么下来啊？快去把它赶过来。啊，快去啊！你不是来干活的吗？怎么办啊？你来干活不是跑路的，那来干嘛？一天天的，他说来干活，这就叫干活，快去干活，把牛赶过来。咩咩咩，哇、哦！终于把他给呼唤过来了，还有两头的，那两个傻子让他，啊，等他们全都过来了，我再给这个哈、啊、那个有药的给他们吃。今天这个牛跟过年一样哦，啊，来吃一包。咩咩咩咩咩咩，大部队全都过来了哈，可以给了咩。哎，那几头傻牛在下面吃草，一天天的。妈，
把它换过来。我怎么看你妈真好看，真好看嘞，那么帅嘞你，啊？小牛啊，傻不隆咚的，啊，这个不过来吃，让它小牛再吃。这个小牛咋驱虫啊？估计还是要抓着呢，换药给它吃。你套人家去干嘛？你套人家去干嘛？这就吃的过瘾呢。吃完了啊，收拾打虫就算打完了啊。这个如果这次没清理干净，下次再来清理的。你回来干啥？没了，骗骗的。